著名相声演员何云伟，为何在好好学习吧现场勇敢为爱表白？何云伟，你喜欢谁？我帮你说出来。我喜欢你。这简直是人生的晴天霹雳啊！长青，你有什么问题帮我解个围吧？他又为何能用电钻在生鸡蛋上写字作画？哦，还有一笔就完事了。哎呦，成了！清华才子竟把节目现场变成了西瓜早市。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它吃掉。哎，不带这样的！何必是现场来吃西瓜的？哎，这别撑着了，小唐。三个月从140斤减到100斤的减肥妙招究竟是什么？听说你曾经是140斤，对，现在是100斤，对，几个月的时间减下来的？3个多月吧。天哪，就是靠！对，寿桃百年老店传承人叫您在家自己做寿桃，既省钱又简单。更多精彩尽在本期的好好学习吧。生活学问大，好好学习吧。这里是东大卫视好好学习吧，有请主持人周琦。又一次和大家在周四晚上相约东大卫视好好学习吧，我是周琦。这边呢是我们有真女神之称的江小棠，欢迎。大家好。哇，蓝队红队的两位队长，不知道这一周你们忙碌的怎么样？我先展示一下我这一周的成果，就是偶尔啊，我们吃口香糖不小心会粘到头发。对。现在教大家一个小诀窍，很简单，就是平时我们小朋友擦的润肤油，擦在自己的头发上，使劲的揉搓，很快就可以把口香糖去掉。什么叫把头发？把口香糖可以去除了。把口香糖去掉。对，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希望大家哎可以试一试。好了，各位，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登录东大卫视好好学习吧的新浪官方微博，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们右下方的二维码，就有机会赢得我们何云伟或者江小棠为你带来的精美礼物啦！准备好，开始我们今天的。好好学习吧！我们要看一下今天蓝队和红队的队长哪一位先来推荐呢？你先来吧。好，没问题，先请。那我今天要推荐这个高人呢，我觉得他太神奇了，让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能做到这样，她用呼啦圈在3个月的时间内，用从140斤减到100斤呢，140斤。太厉害了吧！还有一个最神奇的、就是，最神奇在哪儿？它不光是能摇这个呼啦圈，还可以一边摇一边跳肚皮舞。哇，这个好哎，值得期待呀、啊，很有观赏性。还有，还有一个最牛的是，还有呢，它可以转呼啦圈的时候不在平地上，是在空中转。啊，不可能！怎么可能？莫非这是杂技团转业的？特别神奇啊！所以我今年推荐的高人就是呼啦圈舞者，欢迎呼啦圈舞者。何云伟，我真替你担心。群妹。什么群姐？什么情况啊？我是走访了各大名川呐，我找来了这位高人。这位高人可以说是身怀绝症，不是那个身怀绝技，他有一双劳动的手。他有一双机械的手，在这个一线上工作了10年，他的特点是稳准快。你能说利索点吗？他就是驰名的电钻王。哦，欢迎电钻王。来，请投票。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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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王佳，我来自云南。哎，王佳，我听说你曾经是140斤，对，现在是100斤，对，几个月的时间减下来的？3个多月吧。天哪，就是靠摇呼啦圈？对，每天就摇很长时间，可能2-3个小时，摇了一身的汗，特别那衣服都全湿了。太厉害了，我觉得既然他今天来了，我们就要大开眼界，看一看肚皮舞跟呼啦圈是怎么结合在一块的。来，有请。为了减肥而接触到呼啦圈的王佳，现如今已经把呼啦圈玩得出神入化。他不仅可以边跳肚皮舞边转呼啦圈，甚至
还可以在空中转呼啦圈，被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呼啦圈舞者。表演，但是我觉得空中是第一次，这是你自己的创意吗？对，有没有过啪掉下来摔倒了？有一次，当时也不是太高，只是被吓了一下，真可怕。所以再次掌声给他哦，谢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王佳给我们带来的更高难度的了，来进入我们的挑战，不可能。好，现在王佳要给我们带来的是倒立呼啦圈，但是。我有点紧张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已经很好了，怎么会又想到要倒立呢？挑战不可能嘛，就是凡是不可能的你都要挑战试一试。对对对，掌声给他好不好？来，有请。哇哇，这太难了，太难了，真的。哇，双脚离地，倒立。哇，这太难了吧，好稳啊。哇哇，给你举手。哇，谢谢。生活中常常看到的一个可以说是玩具，也可以说是一个健身器材，对，但是有很多时候它放在家里不用了就有点浪费了。接下来呢，王佳会有一些小窍门教给我们，看看怎么做。来，王佳接下来要把呼啦圈制作生活当中的小物件的窍门要教给我们大家了。对，我今天呢就来教大家用呼啦圈做一个坐垫，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哎，这个特别好，漂亮啊。那我现在先来教大家做一下这个啊。好，首先你先用一个这种布条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圈拉过来，哦，就从中心点拉过来。对对对，你就系一个结，这样，然后再用第二个对角，对对对，对对角这样，然后往它的中间这里拉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共用四根，就是这样把它分成，又往这个八份了吗？对，用四根。我回去要去做，做完我一人送你们一个啊。好，真的，这个很简单。但丸子很简单，不要啊，那太大，不好做。我自己买呼啦圈，你给我做。现在就做成一个这种米字形的这个，对，比方说米字形的，然后呢就用根这样的，然后找一个这个。打一个这样的扣，这样，然后就绕到这个中间来。哦，明白，我来试一下哦，王佳。好的，然后往中间拉过来的时候稍微拉紧一点，然后完了以后就再结一根儿。比方说你这根结到这儿没了吧，你就像这样哦拉过来一根，这样不断的加长加长，转圈转圈，就是这样不停转着圈，这样去把它插在里面。老师，这样的垫子就没有办法清洗了吧？拿到洗衣机里，比方说这个是做好的吧，你把这些旁边的这个解开，旁边是可以解开的。对，旁边你是可以解开的呀。哦，我知道了。比方说你解开了哈，你就往旁边这样一系。哎，也可以单独用了。对。哦，其实这个就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对，你做的时候保证它圆嘛。好的。
这样就做好了。哎，给大家看一看，很好看呢。我知道了，因为我一直想的是有这个架子在。太棒了，太棒了，谢谢王佳，谢谢。用呼啦圈制作坐垫要点：首先用废旧的衣服或布条在呼啦圈上绑个米字形，然后用彩色布条在米字的中间打个结，一层压一层的穿在米字上。做好之后，把绑在呼啦圈上的米字剪开，打个结，这样我们的坐垫就完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各位给王家的使用指数评判到底如何了。三二一，请投票。满分，一百分。红花，好棒啊！谢谢，这边请。美女离开，我们都有点恋恋不舍。但是今天要谢谢小唐，一开场就这么养眼，所以接下来要补充高人了。接下来我推荐的高人，他是清华的一名大学生，哎呦，很高的学历。他平时吃西瓜的时候会弄出很多的造型，你说什么吧？什么？怎么可能？太离奇了！所以今天小唐你推荐的就是清华西瓜哥，欢迎清华西瓜哥。哎，各位看你们的选择了，请开始啊！电钻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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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电钻王出场。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来自广西柳州，我叫张成伟。张成伟，张先生，刚刚何云伟可把你吹大发了，说你是个电钻王，特别的牛。大家都看过那个《天下无贼》吧？看过。黎叔可以用那个手拨那个生鸡蛋。对，他用那个杯子，这个摇啊摇。对，摇摇对，他可以把生鸡蛋可以拨掉，生鸡蛋。你也会？我不行。那你吹啊？我可以用电钻。把外面的皮剥掉，留下里面的。难度比那杯子还大呢，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眼见为实，看一看了。来，工厂一线的从业经历，让张成伟师傅练就一身高精准的业务技能，快、准、稳是他对自己职业的要求。而他最拿手的就是电钻。他们单位组织的业务大比武，张师傅总能包揽电钻比赛的第一名。正因如此，工友们都叫他电钻王。好，现在张成伟张先生已经把鸡蛋和电钻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既然队长推荐了他，而且这么肯定，我们应该请队长上台来帮忙，拿着鸡蛋。哦，让我拿着鸡蛋。对，让他把那个钻对着。我看稳能劲儿啊，是摄像是最稳的。哎呀，不，就你稳，就你这劲儿特别稳，来吧。哇，张成伟先生，你准备好了吗？好了。何云伟，哎，你俩都叫伟字辈儿啊。没错，二伟组合。如果准备好的话，三、二、一，请开始。现在张成伟先生正在紧张的开始用电钻拨鸡蛋。怎么可能啊？好精准，声音好大，好精准啊！他这个，我看到有那个粉末状的，对，下来了。太精准了啊！你的手上是什么感觉？麻麻的。张先生，何老师还要保持这个姿势要多长时间？如果要转完的话呢，可能要半个小时。嚯，能不能完天亮了？你就慢慢等着吧。但是何云伟，你应该也没有近距离的和电钻这么亲密接触过吧？你是不是都有点爱上这工作了吧？那倒没有。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电钻拨鸡蛋，用这样的方法慢慢的这个鸡蛋就拨下来了。但是这个鸡蛋是不是生的？啊，是不是煮熟了？煮熟了就好剥了。您不是有质疑吗？对啊，认为这是熟鸡蛋。是啊，我磕开让您看。你打开我看看。你看，哇，太新鲜了！哎呦，漂亮！太好看，这真是吃功夫。是，太吃功夫了，能转成一眼不容易。是。但是我觉得光练这个还不够，何云伟，啊，你作为一个相声名家，你带来的高人，光露这点小手算什么呀？哪能光打这一眼儿啊？就是，他能在这个鸡蛋上刻字画画，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一个小小的鸡蛋上能刻出《清明上河图》全貌。哇，吹吧，绝对不能。你这你要说你的嘴巴能说出来，我相信这上面真是有点难，就来个字就行了，好不好？那得来个小玩意儿，对，刻个字，刻个字，刻什么字呢？既然咱们这个就刻个好好学习吧，来刻个句号吧，我们五个就来一个习字吧，习，好好学习的习，对，很难了。我们何老师帮我写上个习字，没问题。何老师会写这字儿，不然会写。来吧，何老师您写吧，这字写的跟他人一样磕碜。张先生，难为你了。预备，开始。
哇哦！啊，这老师也太神了，我都想拜他为师了。在地台上写字，我从来没听过。对呀、啊，现在我逐渐相信那《清明上河图》那事儿了。何老师，何老师，你注意你的表情，何老师。汗都下来了，何老师。不要紧张啊。哇哦！还有一笔就完事了。哎呦，成了！红点白字。我觉得你今天推荐的这张先生特别的厉害，是吧？应该说身怀绝技，嗯，而且你又是我们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为难你，对不对？当然了，那更加不可能为难张先生，对不对？当然我说的这个话是不可能的啊。为什么？因为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知道就要不断的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所以我觉得张先生来了，光有这两把刷子还不够。清明上河图。不不不，我为了考验张先生对电钻的熟悉度和掌握度，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挑战，不可能。我真觉得咱们栏目组挺狠的。接下来我不得不宣布，栏目组这个要求他完成不可能的这个任务，就是在我们这个气球上面放着 A4 纸。干嘛呀？他要用电钻在这个气球上面的 A4 纸上打出一个洞来，气球不能爆炸。怎么可能啊？天哪，天哪！气球听了都吓跑了。这男人呐！知道您胆小，对，个子还没气球高呢，对不对？那倒不是，我可以比一比。我们请小唐来，好不好？小唐来帮助他啊！我们鼓励一下啊！加油！我建议啊，我建议把气球换成铅球，这样好一点。我感觉我拿着它就会爆呢。准备好了吗？挑战不可能，现在开始。电钻，啊，钻气球上的 A4 纸。不可能！天哪！已经开始了，随时准备了。小唐，你有什么话想说？小唐，一会儿旁边气球炸了。不。不，真的会爆！何老师要退出了。怎么了吗？哦，给大家看一下。嘿、啊，哎呀，来掌声！太厉害了，谢谢小唐。我觉得今天小唐真的很勇敢，对，我离那么远都害怕。甭说做，旁人连想都不敢想。确实是，哎呦，给我吓的，给我吓出一个问题来，你知道吗？怎么着？因为我一开始电钻，我就特别亲切到又恨他，因为我在家吧，我喜欢挂一些画啊之类的东西。对。然后那钉子钉不进去，我就拿手电钻在那钻钻钻，钻完终于可以了。我把钉子那个钉子插进去之后，那钉子是个歪的。哦。所以就有没有好办法？那我也是同样钻，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把那钉子钉进去是直的呀？这个的话呢，首先你把它打好洞以后，嗯，最好是找一个木头。前面小一点，后面是大点，小的必须能放在那个洞里面，是啊，然后拿锤子把它锤进去，把里面填满，填砸死以后再用钉子就好钉了。哦，用钉子钉那个木头。这里有一个木头，您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应该怎么正确的去钻墙的方法，好不好？好嘞，首先我们钻这个的时候必须需要找好点，嗯，找好点以后呢，然后就是要看这个平稳了，三点连一线咱们就是那一线了，嗯，再慢慢慢慢的转的同时，找好点的同时用力。哇，我这桌子都在震动。你啊，我来试一下可以吗？我可以完成吗？行行行，留神脚面啊。这就散了吧。哎，可以。哇，要出来后，爸爸带过来的反转就出来了，有点意思。哦，好，老师刚教了我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进去的时候是正转，但是你要想把它拉出来，我刚拉不出来，他说反转，把拨回去，反转就可以拉，多长知识啊！电钻钻孔要点，首先我们要在需要钻眼的地方找好点，然后让手电钻和要钻眼的地方保持一条线，接着用力一推，一个孔就钻好了。当把电钻拔出来时，您可以调到钻头反钻的档，这样就可以让您不费力气的把电钻拔出来了。电钻王教了大家很多知识，各位觉得实用指数到底怎样呢？来，请开始为他投票。100分，100分，100分，86分，恭喜！来，何云伟为他戴上大红花，有请。好。好，谢谢张晨伟先生，这边请。哎。电钻王真不错，人长得帅，这技艺也了得，没白推荐吧？所以接下来你要补充高人了，我再推荐一位，来，比这个电钻王，还得高。
还要高。我推荐这位是工作30来年了，哎呦，而且18岁就开始学徒，老字号，传统的手工艺者。是哪方面的？做寿桃啊。哇，对，那这是有中国传统的。我推荐的是寿桃传承人，欢迎寿桃传承人。哎呦，小唐这边是西瓜哥，这边是传承人，你们的选择会是谁呢？请开始。西瓜哥，不大了，他说您都30年工龄了是吗？嗯，您今年47了，有47啊，真看不出来。来，我们认识一下，叫什么名字啊？田满文。哎，田师傅，田老师啊，您说您最擅长的就是做寿桃，对？哎呀，干了30年了，我觉得时间挺长的，你就没想换个工作，烦不烦啊？因为没有，我喜欢这个工作，因为用我的双手做出寿桃，做出各种不同的寿桃来祝福天下的父母，我心里高兴，我自己也好。我们一会儿要大开眼界，看看您给我们带来的寿桃好不好？田满文18岁就开始学习制作寿桃，师承寿桃传承人张焕老师傅30年的寿桃制作经验，让他做出的寿桃花样百出。正像田师傅说的，他喜欢这个工作，因为用他双手做出的寿桃可以祝福天下所有的老人健康长寿。田师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寿桃，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好，这一篮寿桃呢是最普通的一个，也就是说一般做这个寿的女同志呢是50岁以上的人就可以做这个了，男同志呢60岁以上就可以做这个。嗯，如果不到这个年龄段，再下一点呢，我们可以把这寿换成福字，福桃是谁都可以用。一般做寿呢，我们都写上这些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哎，我看到这一篮会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一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型，好漂亮，可以拿起来吗？这个可以，嗯，先拿鱼，祝愿各位年年有余。好可爱呀，这个。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哎，这个小葫芦，小葫芦呀，是葫芦，快说。对，这寿桃到底是什么味儿啊？这个是什么？我以为是个猪呢。真是的，事事如意，事事如意，事事如意，吉祥味。对。这一筐里面我觉得最丰富，各种各样的，什么造型都有，但是到这边一看，哇哦，大气，哇哦，大的，就说两位老人都在一起，嗯，福跟寿，福寿双全。哦，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里边全都有馅儿。哦，什么馅儿呢？一般都用豆沙、枣泥、莲蓉，就跟咱们大众最基本的，对，象征着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对不对？我想问一问，就是做寿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规矩是必不可少的呢？当给老人做寿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是双手捧着这个寿桃，捧到老人面前，啊，祝老人长寿，这个要记住，还得说这么一句，祝群奶奶，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小盒子，跪下磕个头，奶奶给你压岁钱呐。可成老太后了，这个改太监。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规矩呢？还有规矩就是老人呢一般接到寿桃以后呢，就要把这个寿掰寿分寿，分寿今天来的所有客人都有福，让客人都沾着福气，沾着喜气。一般我们做这个都是可以根据年龄，比如这那个老神是80岁了，我们就做80个小桃，完了做一个大桃。当时当场呢，大家分这个大桃，80个小桃呢是所有的来宾走的时候呢，一人带走点，这个喜庆能带回去。哎呀，太好了！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记住，给老人做寿的时候，按照岁数要多加一个在上面。对，可以。好，今天田老师带来了是已经做好的，但是现场他要给我们露一手，教大家做寿桃，来，有请。好，下面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寿桃。这个是和好的面是吗？这个是先和好的面。田老师要跟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面和水的比例，中间要加什么？一般都是1斤面粉6两水，10克泡打粉，5克酵母，就是中筋面粉。嗯，普通的面粉都可以。啊，喜欢吃糖没有糖尿病的这些人，可以在面里边加10克的糖，口感更好。好的，接下来田老师就要教我们操作了啊。先把它分开。嗯，先首先你要想，
今天是给谁做寿，做需要多大的桃，去决定你这块面有多大。揪好了面以后，用这手掌跟这案板使劲按一转圈，哦，就 OK 了。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简单，因为您老是做。今儿我们请来了一位跟您一起学学，我觉得他要能做会，大家都会了。那我就替小唐去了啊。不是，你快点儿，你别替他，你要学会了，我们都行了啊。哎，拿一个，就拿下来以后，手掌分下印。哦，一转圈，哎，中间后两边后，两边吧，转的时候咱的手掌不就是中间？老师，他把摁成一柿饼，出一黑印儿，没关系，摁不好咱们拿擀面棍儿，稍微把边上擀一下就 OK 了。把这面最好的放在外边，稍微有点褶的放在里边，然后可以装馅儿，可以装馅儿，这什么馅儿啊？豆沙馅儿。哎，我最爱吃豆沙馅儿，老师。放在虎口这儿，两只手对一拢，就进去。包好以后，这个头收的大了，完全没问题，把它捏下点去，搓到下一个头里头，翻过来以后，你看两只手揉一下它，搓本中间去。您这搓个比他都高了，那得多大面？何老师是弄麻团呢，高桌的馒头。好，对，高桌馒头高了，想象一下啊，出来，因为什么呀？让它高着点，因为笑面它会发，发起来就胖了。你要想好了，你生的时候什么样，要为最终是熟了好看。哦，所以说生的时候就要瘦点，对，苗条点哈。拿起来以后，在它中间部位啊，用这虎口使劲转打，右手在转，左手也在转，这头陀螺了，何老师起来了，搁在这个左手上，用我这个印儿的东西，小桃都有印儿啊，来，摁完以后奔下一坐。羊头，这样就可以了吗？简单。看，来，从中间部位慢慢起，慢慢起，完了拿这个尺把，那是一海螺，摁一下，看这水下，你看羊头。哎，那接下来呢？接两个小叶子，绿色的小叶子。这个是颜色是怎么从绿色的呢？用菜汁儿。哦，菠菜。对。这红的呢？红的是紫甘蓝。啊，紫甘蓝。一搓。小叶出来了，我来手一摁，拿咱们的最普通的小笼子，一边一下，完了抹上一点点水，把这边粘上。快看，我这个小叶子特别好看。完了，可以再盘上你想盘的字儿。这个字呀也很简单，只要会写字都会写它。就是桃大，搓成一长条，这个长条搓粗点，桃小，这个条搓细点，给它抹上水。老师写的还是草书哈，对，有一百个收一百个福，挑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而且是一根连着的，一根不能断啊，要不就断寿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对，寿桃制作要点，首先像包包子一样把馅儿包起来，然后把面团边转边挤，弄出一个桃子尖儿，再用尺子压个凹进去的印儿，接着用彩色的面做个叶子放在面团底部，最后再缠一个寿字出来，这样一个寿桃就制作完成了。谢谢田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给他的食用指数，请开始。一百分，加油。好，又一朵大花，给您带好大红花。好，谢谢，这边请。这个寿桃专家啊，没想到，对，何一伟，你现在有点厉害。那当然了。不会最后一个也给你冲上来了吧？你不能不给小唐机会呀。那就看私底下的交情了。什么私底下？先把你这个补充的说出来。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行，这个比赛就是战场一样。那你说说。我再推荐一位。好。我推荐的这位是一位退伍的老军人，哎，而且他对小动物特别的感兴趣，擅长训犬。哦，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位拿到了国际训犬证书的人。哎呦，那了不得了！下面就掌声有请这位吧，金牌训犬师。欢迎金牌训犬师，最后一个名额交给谁呢？请开始。是金牌，金牌。介绍一下。
下自己。大家好，我叫钱伟成，来自上海，今年在清华大学车辆工程系读大三。哇，高材生。这是车辆工程系，为什么对西瓜情有独钟？我觉得这两个蛮不挨着，除了这个车轮圆、西瓜圆之外，你说他们有什么的共同之处啊？没有共同之处，对啊，就是比较喜欢吃西瓜而已。你怎么会就吃着吃着想出这么多奇思妙想呢？这就是灵感吧，我也不知道灵感是来源于哪里的。你想说的是，这就是清华和大家的区别吗？啊，没有没有没有，大家不要。这句话好伤人哦。本来我还觉得我比何云伟高大很多，现在我觉得我基本和他是同类了，因为我吃完西瓜也没多想。但今天我觉得小钱来了，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吃完西瓜也得多想，厕所在哪儿？导演，今天既然来了，我们要看一看他给我们带来的创意西瓜秀，好不好？来看一下。好。清华大学的学生钱伟成可以说是把西瓜吃出了新花样。吃西瓜的同时，他还用西瓜瓤雕刻出许多作品。他把西瓜作品发到网上后，得到大量网友的关注和转发，网友们都称他为西瓜哥。哎呀，之前我们都是在网上看，对不对？觉得很吃惊，今天我们有幸在现场看了，觉得更吃惊了。小钱同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好不好？首先我要介绍这个机器人，哇，这就是新世纪屏战士初号机。哇，哇，你看得见吗？我也喜欢。要转过来吗？像哦，好棒啊，很像很像。哇哇哇，哎，这个作品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完成？这个哇，一个小时一刻钟。一个小时一刻钟可以完成，你太快了。哇呀，胳膊还可以动，它不会断吗？你看，没有没有，因为你看，对呀，当心真断。你看，它马上就要走出来了，当心它跳出来打你啊！吓死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好不好？这个是，这个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叫小黄豆，太可爱了。这个是。这个是校徽，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哦，这个有点大，要不然我就别在胸前了，真的。这我不敢弄过来，这个西瓜。我跟他照张相吧。哎呦，没上过清华大学，谁还没别过清华大学的校徽呢？真是的，这个校徽有点大哈。好，这个哎，这个好。然后这个是有一个字，赞赞，非常简单，这个就刻了十分钟。哦。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挺难的，因为你中间是镂空嘛，对不对？对吧？镂空。这个玫瑰花，我觉得你其实通过这个可以表达很多心意。表白好多次了。他怎么说？没有拒绝也不接受，就是那样。哪有表白啊？对，我跟你讲，他没有拒绝你，就是有机会。对，我这么认为，所以我就在等他呀。你要坚持到底，好不好？我们来把掌声送给他，坚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谢喜多多椰果王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看到的是五个不同的造型，而且小钱同学都说出了压在心底的秘密了。我觉得何云伟，你也不能示弱。你喜欢谁？我帮你说出来。我喜欢你。玫瑰花拿去，快点。这是简直是人生的晴天霹雳啊！长青，你有什么问题帮我解个围吧？我刚才展示那个时候特别羡慕他，就是能不能挑一些我们最简单的这个他立体造型的这个对法呀？来，两位队长，学学学，我两位队长顺便吃两口，是的。这怎么瓦呀？何老师，这个太简单了。先把西瓜，我跟你讲，最重要的你要拥有西瓜。这个瓜有什么选择吗？必须得基拉分熟，太熟的话像沙瓤或者是当时有裂纹就不行。这瓜还不错的，你们可以一起来吃。挺适合你们的。那我们今天就挖一个大拇指，首先就是把轮廓给画出来。我必须要说，何云伟是非常有创意的。人说来一大拇指，他来一大脚趾。我这个鞋垫行，可以没问题。好，这就跟我学的素描有点关系，这个叫打轮廓，所以说先得把那个我们不需要挖的部分先给刮了，先把挖掉。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它吃掉。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吃。可以。哎，不带这样的。我这是现场来吃西瓜的。哎，这别撑着了，小唐啊。这何老师得意了，这一块全都甜啊。甜不甜啊？何老师甜不甜？张不开嘴了。何老师，没跟我说话。你得做了，别吃了。西瓜哥，你告诉我，一个暑假你买了多少个西瓜？一天半只。啊，我好像看出那个样子来了。哎，真的，好牛啊！好，差不多完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多形象！哇哇哇！好细心啊，好细致。好棒哦！好，谢谢小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唐的作品，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挺好，也不错的，我觉得挺有感觉的，不错，接下来我们要隆重向您介绍的
是相声演员何云伟的大拇哥。等等等等，嗨，大脚趾，惨不忍睹啊！哎呦，傻呀！不得不说，小小老太太，不是人家说就是你本人长得一般嘛，你这手长得也不咋地啊，这太奇怪了，创造标准了。对，但是我觉得你吃的不错，今儿真的吗？真的，你吃的挺好，都是西瓜球。可是我发现这个真的要挖得很深，做出完全的立体感才够形象，对不对？好的，来，谢谢两位队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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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西瓜造型要点总结，首先选择七八分熟的西瓜，然后用勺子在西瓜上打好轮廓，接下来把不需要的瓜瓤挖出来吃掉，这样一个简单有趣的西瓜造型就出来了。感谢喜多多椰果王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那我看一下各位给来自清华的我们前同学会打出多少分，请开始。100分希望下次看到你更多非常有特点的造型，同时一定要祝你梦想成真哦，你懂的，谢谢，这边请，拜拜。时尚运动穿赛季，感谢赛奇时尚运动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两队的队长，谢谢何云伟，谢谢张小棠给我们带来的各位高人，同时也要感谢一直在后面的这位金牌训犬师。提醒大家，如果你需要在现场看到他的话，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东南卫视好好学习吧，为他投上一票，也别忘了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节目，赢取各位嘉宾带给你的奖品了。记住我们的口号，